县去看合作社，参田大街吧。参田大街。我们现在是来看什么？就是在街上，你去逛一逛。我们可以简单逛一逛，就去农场。刚才在我们那个塔上看到这儿了，不是？这有可以上厕所的地方吗？稍等一下吧。我们也有经过这里呀，早上。对，也过不，是从这儿走的。是吗？嗯。你们记性还挺好。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卖花的呢？因为潮州人喜欢花。哦。在家里也放一些装饰啊。那边已经掉了猫屎盆里。你要上卫生间吗？对，我想上厕所。好。这边的冰淇淋他会收人民币吗？没有。他说给你们人民币。他说给你们买冰淇淋吃。没事。这么热。真的是很干净。然后关键是你也没看到什么环卫功能哈。嗯。我们中国是很多环卫功能一直在守维持。也很干净。嗯。也分城市吧，也分城市过。然后就没有。一天天守。有银行卡吗？用银行卡吗？不用银行卡。那我买大酱是在那个超市。当地人有。然后他还有什么打刀啊？这刀商场啊，我们还有什么刀？打包的刀去哪里？我的刀呢？我不知道。昨天我不是打包了一个刀。我先厕所吧，先别急着吃了。刀。哇，这些高楼大厦是用来做什么的？住宅楼，也是住宅楼。话痨开始了。你现在好多了，我看起来。对对，是的，这药就是麻痹神经的药，一般神经不知道疼和难受，人就舒服了。这条街应该比那个未来科学家大街早是吧？我们昨天看过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是2015年啊、然后还有一个大街是黎明大街，那个大街是2017年建立的，去年建立的。这个街叫什么？仓田大街。仓田大街。嗯，但是就是一样的，都是住宅区，对吗？对，住宅区。哦。原来这里的住宅都是那个矮楼的那些，都拆掉就新建了这么高。新建了高楼。那这一条街上有公司什么之类的这种吗？这里没有公司。没有公司，都是住宅。一过去那边那个进了，直走又走了10分钟左右就有那个今天上午看过的金日成广场。哦。那边比较公司，有可能。哦，就是国家的机关都集中在那边。哦，那像你们公司也在那一带吗？我们公司啊，我们公司就我们住的，我们昨天住的那个酒店的附近。哦，在高丽酒店的附近。因为大家的惯有概念当中哈，觉得特别高的这种楼呢，一般都是商用的，觉得都是公司用的。但是在朝鲜的特色就是。大家都是给民居，对吗？像这么高的楼应该都是电梯楼吧？对呀，都有电梯。都是电梯楼哈。一般我们这样的那个住宅楼，8层以上都有设好那个电梯。8层以上就是会配电梯。对，分栋了，对。那如果梯里有2个、3个，
条街还要往前走都是，是吗？嗯，往前走的话就有金日成广场。哦，就往金日成广场，这算是最一个，也是一个主要的街道。对，就是这个叫昌田大街、未来科学家大街，还有胜利大街。胜利大街，最后一个是什么呀？黎明。黎明啊，哦。嗯、哦，对对对，我知道了。黑暗前的黎明，黑暗前。黎明前的黑暗，就这是最主要的几条大街。对。哦，是这样的。哦，这是都是走地下通道的。这还是属于昌平大街，昌田，苍白的苍，嗯，沧海桑田的那个意思。嗯、有没有统计过？我原来就是，不知道这个讲法准不准确，就是说，朝鲜的人民他们都是会上学的，基本上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也有没上学的，是吗？就是义务生要上学的啊、哦，所以大家都会上，至少要毕业读高中哦、可是那个大学的话就不是义务上学，那义务的就是要上大学的话要考试哦。那有没有人就是没有上过那个？没有，大家都会上。哦、对，我们朝鲜的所有人都教授教育，接受教育。师傅，哦，我发现其实。大同门，这种老的建筑已经旁边就是大同街，它要来啊，开城比较多。我们机场1950年到1953年，其实祖国解放战争，战争开始去美国，在机场投下了42万枚的那个炸弹。哦，当时我们平壤的人口差不多40万名，那等于就每个人投下了1枚以上的炸弹嘛。哦，所以呢，战争停止后呢，我们平壤名副其实的废墟。那时候我们平壤的那些历史遗迹都那个烧毁了。哦，嗯，所以现在剩下的没那么多。哦，就开城那边可能还有。嗯，开城那边有很多的。投了这么多数人。对。其实说美国对这边就是杀伤也很大。对啊，真的是打仗就是打仗。还有历史遗迹的话，在牡丹峰上也比较多一点，牡丹峰还有大琼山那边也有很多。雪山我们几月份可以过来爬？嗯，雪山你爬得上去吗？雪山是什么呀？不是滑雪吗？哦，小许说有滑雪。哦，那个马西里的。嗯，滑雪场的。嗯，12月份到2月份就可以去。哦，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嗯，你们有这条线路？那我们到时候再找你们的话，怎么找？啊，我一会儿我问经理，然后告诉一下我们那个旅行社的地，要不那个邮件的什么传包、传真的地址，可以给你们。那冬天到时候我们再过来。嗯。再过来看看冬天的朝鲜。冬天下雪也厉害。对，20多，肯定是厉害。今年冬天降雪量特别大。哦。很冷的时候，大家还出来活动，打雪仗。堆雪人。打雪仗。吃雪糕。不是，他们冷了就习惯了。你像去骑行山，他们也不怕冷啊。嗯。像这些白 T 恤那个黑裙的这个是学生吗？学生，中学生，高中的。啊、哦，都很漂亮，感觉。一般穿藏蓝色的裙子都是学生。哦，藏蓝色就是短发、啊、白衬衣，很干净啊，深蓝色裙子很干净。对，也很清秀。我在上学。钱放在这个没拉链的地方啊，我那些零钱。
上很多，两边都是。其实主要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是居民，居民为主。对，上次是。嗯。很少有那个公司大厦。对呀、啊。吃饱了又。你们这个旅行社在国内是不是铺的点并不多、啊、就是说国内一些内地城市好像没有这个朝鲜旅游就是说是分店之类的吗？就分社就是说就这样的旅行线路、就是很多旅行社好像没有推出朝鲜旅游这个线路了，这个你们了解吗？我们中国不是有很多啊，就中国不是有很多城市吗、很多城市啊，然后很多城市之前我广州啊上海啊什么这都好像没有看到就是朝鲜旅游，并不是很多，可能只是在丹东这边会多一些。丹东我们没有分社，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别的你们其他的合作的旅行社合作有的，但是那个题目不是那个原有的名字啊，可能跟那个中国那方合作的啊，是这样的，就是名字呢就是按中国，不是高丽国际，就假设我们跟那个中国那块合作吧啊，中国那边不叫高丽国际了啊，他们以自己的名字取名啊，是这样的。哦，那接待我们的是跟你们合作的是吧？对，他是浙江什么旅行社？对。但是他们真的是这个线路好像了解人太少，不然会有很多人过来的。目前我们旅游业还不是很长时间啊，然后就等会儿慢慢发展之后，应该有很多人去。对，会非常多的人来的。我们到时候以国内建个点跟你们对接。我们没有旅行社，真有资质吧？